小朋友带来这么可爱的演出，今天老师没有来，可是你看他们跳得相当的认真，相当的好。接下来呢，是由我们的歌手巧克力，还有呢所带来的两段表演，歌声满满的。那也请六年级服务的同学呢，请到司令台的总监班，还有在那边等你们。在我们乌克丽丽表演完之后呢，是由六年级的同乐会，也请利用幻想时间做准备。好，我们的乌克丽丽在后台太准备，老师 cue 她都不出来。好，没关系，接下来又换老师了，又换十三了，各位。好，还记得吗？刚才这个是什么？啊，再来一次哦！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赞哦！啊，不是，然后我知道，好，接下来呀，我们用不一样的语言哦，啊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们除了国语，我们在学校本土语言课还有什么？哎，我们还有闽南语跟台语，对不对？啊，刚才二年级小朋友有表演吗？有啊，用普通话来讲，当然用好了，我来讲哦，来。可以自己参与。哎，怎么这么快哈？好，没关系，该让他们准备一下的时间呢。来，用我们的棒哥。好，来，伸出你的另外一只手。好，说这个叫做躲鸡桃。躲鸡桃，大鸡桃吗？是的。好，自己棒哥来，躲鸡桃啊，得杀，得杀。来，得。俩俩，来开始要预备，来，大鸡头啊，俩俩。这都很好，只剩衣服。对，唯一那个只剩衣服。可以站在最前面。鸡头啊，俩俩。是绿色。来，教练，你从最前面开始慢慢看。好。哦，对。好，这边。今天就是三公斤的那个，小妞妞，小妞妞，小妞妞是国语老校长，哎，我们闽南语有没有人会？来，赶快，赶快，有没有？啊，妈妈，赶快偷偷问妈妈，偷偷问旁边的，赶快有没有电话，有没有资源？啊，灰金桃啊，对吧？啊，来，灰金桃啊，俩俩，灰金桃啊，俩俩，哎。加油！大金桃啊，俩俩哎！啊，已经桃啊，俩俩哎！俩俩，我已经桃啊，俩俩哎！甲恁老母，伊用伊的双手甲咱徛用大，咱嘛爱用咱的手回报暖，回报来回报妈妈对咱的温情。好，咱今麦呢，啪啪啪欢迎咱的乌克丽丽，掌声鼓励欢迎我们乌克丽丽社带来的表演。